我哋今日系要嚟呢度探店噶嘛？阿星哥咧，佢一早就到咗噶啦，但而家又唔见佢人影。但根据咧，我哋喺朋友圈睇到一啲线索。啊！呢条友佢一早嚟到，自己去揾小姐姐喎。呢个边个啊？呢个咪慧琳。间嘢咪我哋之前去探店拍过嘅咖啡店啊，喺前边啫嘛。捉个黄脚鸡。喂，边度？见到啊，呢度。哦，系啊，过睇下过睇。捉捉佢先，捉捉。啊，系嘛？你睇佢死人样。解说啦。啊，系嘛？睇佢死人样。哇！仲坐住喺张台度，阻住人哋阿慧琳做生意。嗱，你睇我哋装到，哎，佢发现咗我哋喎，佢发现咗我哋咯。咩咁硬嘅你？哦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我们去吃个东西。打搅，打搅。好吧，拜拜。好，下次再见。嗱，各位，我哋有粉丝爆料喺我哋今日呢度附近咧，有一间咧系好多韩国人都会过嚟食嘅韩国餐厅嚟嘅。咁所以我早早过嚟等你哋咧，主要系系咪？咁啊，原来嚟到，哇，原来就喺阿老板娘咖啡店隔篱睇咗下，真系果然有好多即系韩国嘅朋友中意食。大家都知道就即系好似老港咁啫嘛，我哋中意饮茶，咁你去边度老港人多，嗰间嘢就好食嘅。不好意思，这边这些都好吃吗？好吃。哦，你们是韩国的朋友？地道的那种。地道的那种。哦。他们这里有什么必须要吃的？我看那个嫩豆腐汤很好吃。嫩豆腐汤。嗯，辣的好吃。我吃了五年了。你要记住，唔系五次，系食咗五年。喂，哦。睇下我哋粉成记咁。呢位兄弟头先我哋喺嗰边交流，佢话佢喺番禺过嚟嘅。Salut 五十幾分鐘開車開到，真係五十幾分鐘。先喺度交流，關心喺頭先隔離咖啡店嗰度交流咯，係咪？生雞湯嘢，我們都是夠唔夠經費啊？自己做的。我發覺真係佢哋冇講大話，阿老闆娘話嗰啲前菜，佢哋每日新鮮做，而且係自己做嘅。即係唔係話用啲咩料啊，或者賣啲現成品啊，有自己嘅調味，真係嗰種感覺就係叫做即係韓國媽媽的手勢嗰種嘅感覺係。嗯。咁味道真係得喎，真係。咁呢啖湯咧，其實濃縮嘅精華就喺度㗎啦，就喺啲湯嗰度嘅，但係要加少少鹽，幾濃。哇！清香哇，但係好澀喎，嗰啲澀嘅味道係。應該是有些糯米形成出來的一種感覺，還有有些人心的味道，人心補氣。嗯，靚女坐月的時候吃那些雞這樣，就是這種感覺。多謝曾老闆。原香滑，佢同嗰啲純牛肉又好，牛排又好，係唔一樣嘅質感。M6、M12嗰啲咧，嗰啲係叫做奶香味，嗰啲雪花嗰啲特別。呢一個反而我係覺得佢嘅牛嘅纖維，你覺得啊，全部都係纖維，你覺得可能好鞋身，但係唔係，纖維感係足，但係佢唔鞋嘅一種牛脷脊。我呢個好正啊！呢個啊，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我覺得啲肉質幾好，幾有咬感。嗯，五花肉先至係精髓啊！阿倫，唔好周圍跟人食啦，就跟我食啦。我好中意佢呢度咧，佢啲五花肉咧係切得粗身少少嘅。嗯。肉汁夠，其實食韓國菜咧，就係嗰一瞬間嘅滿足，同埋嗰一瞬間嘅啲汁多，啱我哋廣東人嚟嘅，唔理喎。生菜又有水，嗰啲五花肉又有油，滿足。我食大概四五件左右就差唔多啦。再食太多嘅話咧，可能會流。多啲人過嚟試下咧，好似佢哋咁樣。呢份煎肉，然之後用翻佢哋啲傳統嘅大醬。
咁然之後仲要咩嘅喎？仲要係加少少佢哋嗰啲咁嘅米放上去，呢個迷你碟頭飯嚟啊佢。幾均衡啊！呢、這個其實已經夠味㗎啦。佢哋嘅大醬加埋佢哋呢啲，哇！大醬係好秘製嘅。佢呢個大醬就唔係嗰啲好辣嘅嗰種感覺，唔係間間都會有呢一個大醬包肉飯。那哎，老闆娘，我想問一下，你們這個大醬裡面是有什麼樣的材料在裡面？對對，有很多材料，肉啊、青菜、蘑菇、小瓜、洋葱、大葱。哦，是你自己炒的？对，自己煮了以后熬完，对，这个也是很长时间。所以我觉得佢呢度其中嘅特色，很多人就有点就没有口味的时候，就这个过来就吃。嗱，各位呢、这个叫韩式猪手，咁啊佢有分辣同埋唔辣嘅，但睇落去咧，其实就同老猪手差唔多，应该系剪肉嗰部分啦，少少嘅卤水。我反而係肉香嘅味道比較足，佢用翻佢哋韓國嗰啲黑豬肉嚟整。如果你想食原汁原味嘅話咧，滷水嘅嗰只就會啱你啦。叉燒味少少嘅，一定要食呢一個。哇，個辣醬佢哋啲味道調得唔錯，值回票價嘅味道，我只可以咁講，辣嗰個好食好多。你睇下個人，唔見咗啦。佢肯定喺邊度嚟，又去翻邊度啦？都話佢噶啦，又鼠圍呢度借啲魚又。不好意思啊，嚟做嘢嘅，未做完嘢喂。乜而家要結尾嘅咩？而家啲節目。心翻嚟先。講翻轉頭啦，咁啊美食啊，同埋呢一個口味啊、氛圍啊，其實都係做到足嘅。因為呢附近咧有好多韓國嘅公司，所以話咧佢開呢度咧，亦都係得到韓國朋友嘅一種認可。咁啊證明咩啦？再加上係我哋品城記嘅粉絲喺番禺開車都過嚟食佢，咁即係證明咩啊？咁證明又係得到佢哋嘅認可啦。雖然遠係遠咗少少，但係唔緊要。星期六日或者係晚黑嘅時間係值得開車過嚟輕輕試一試嘅。好，呢度係品城記唔同平台，點擊關注，下次更新，大家就唔會錯過噶啦。我未攞袋啊，同你講。